湖作为一个气象景观是神秘美好的，游客来了会觉得，这个是很浪漫的，想去拍摄，想去许愿，从2017年就开始了，我们统计所有就是我们能统计的昭苏县出现的彩虹，次数，我们拍照拍视频，然后我们留底，给后期制作彩虹预报，让彩虹预报更精准，提供一个科学依据吧。